今天打包剪刀剪。今天打包有卤肉、打包、荷包蛋，还有一个包菜。其实剪刀剪就是普通的咖喱饭罢了，但是你把卤肉、打包还有包菜跟这个蛋料加在一起，它还是一样很普通，就是普通的咖喱饭罢了，但是就是好吃。这碗饭打包倒回来应该有整三个小时了，不过还是很好吃，也不用去弄热什么的，还是有一点点的温度啊，还是这样好吃。